现场鞭炮狂炸，震耳欲聋，却出现警民冲突，双方火气超大，似乎吵得很凶，一旁有人劝架，但下一秒居然有人出脚踢倒鞭炮盒，可怕的是里面引线已经点燃，差点就要炸到人。另一名男子反应超快，把他扶正，其他人也快速闪开。疑似是庙会放太多烟火，被警察劝导，但放炮人员却不甩远景，还暴气怒呛回去，就是要炸，拿起火枪狂点，火喷超大，整排狂炸，甚至还有火星溅下来，有够惊险。鞭炮烟尘超熏眼睛，还狂喷脏烟，恐怕酿成空气污染。对呀、啊，还很多齁。大哥，你管的紧，你是公务员，没执法，你先打牌。这点不对了呀。那在夜间十点过后，我们发现仍有燃放鞭炮烟火形式，总共开罚四件。台南土城乡三年办一次是当地盛大庙会，工作人员却因为放鞭炮跟警方对峙，不理劝导，怒呛远景，还有人踢倒鞭炮。要是真的酿出意外，害人受伤，可不得了。记者台南报道。